他从刚到现在都这样啊。他从抓出来就流口水。就是眼神，你看一下他表情差很多。哎，不会错。好，你那么想吃，来来来，这里有吗？家里我有带呀。徐教练在这里。教练这样这样这样。我们等下可以包饺子。三百的话，四百的没有好胖。不大，好吧，不大，就是我们的。然后你就告诉他我一直告诉他验尸不会啊老师你看选对组了让你颠倒全够用这个方法就不用用真的喂喂喂为什么带两只可以在那边我也要去哎哎哎不要打击